杰宪呢，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时尚活动，但是呢，他已经准备信心满满，今天要拿出最帅气的样貌。啊，两位今天手上佩戴的 Forty One 呢，也是自己选择的哟。杰宪佩戴的是钛金属款式的，那么新颖很特别，有没有看到它有两种不同的表带颜色哦？好，我们请两位再看一下你的右手边，两位一起看看右手边。很可爱哦，这个杰宪在去年呢也得到了中华时尚的这个颁发的大奖，今年表现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期待。那陈如花刚才所说的，在经过了高压之后呢，自己有很多的蜕变跟成长。同样能够模组化自己进行组装，随心所欲的展现时尚风格。